历史的纪念。嗯。就拍到人。没拍到人。好，输密码了。我叫你输入密码。嗯。可以对吧？对，完之后点击进入。进入对，因为改英文中文。点进入，对，好，可以对吧？先暂停。OK。我觉得倒不如你这个先不要，能。啊，啊，可以，你到下一步。15分钟。嗯。完之后我点回西亚。嗯。OK。好，进行下一步。先暂停。嗯，这音乐来的，可以啊。但他怎么没有音乐出来？才没按开始，按开始再叫。这也不开始好像。没有一按，它就是已经有的了。那你里面有了？有吗？没有音乐。有了。有了。有了。OK。啊，对，你就拍这个了。好，可以了。啊？财神地听，太大声了，小声一点。好 ，OK。OK， 好，下一步。嗯。完之后你就对着他，哎，等一下，等一下。好，你要调。哎，完之后返回去。嗯。还是这个返回去吧。嗯。音乐没有了，还有吗？哎，他怎么是那个一返回去那个音乐就没有了？好，你可以点了。好，你可以点了。嗯，好，可以下一步。好，完之后就是颜色，嗯，要红色，嗯，启动，嗯，好，反正就对着它。嗯，可以。等一下，我还得要再转过来，好，关，再关掉。然后它的那个强度，好 ，OK， 反正你在看着它，看到那个花的过程的变化，现在亮很多了。嗯，对。好。那你买家呢？没有，到下一步呢？下一步呢 ？OK。对的。嗯。暂停了。暂停。拍镜面，先拍镜面。拍镜面来。看到那个相图中吧。嗯，看到。嗯。行。对的。那就行了。嗯。好，然后我就启动。嗯。好，你先停一下。暂停一下。先暂停。暂停。嗯，嗯 ，OK， 可以。嗯，可以啦。嗯，可以。到喽。嗯。嗯 ，OK。好，可以，开始，开始，开始。嗯。哦，差一样，你先别拍那个。嗯。最好你拍一下它的那个水满的程度。嗯。OK。OK。反正我就启动了啊、哦。嗯，启动。你点一下启动，不用我过去点了。对。点了吗？那个哦，不是。是鸟对吧？拍鸟。对，启动。行。哦，这个拍我最好拍到这一点。嗯，好。再拍到这一点。嗯。帅哥，好冷的啊、哦。嗯。能拍到那种有雾状吗？有、嗯。你还得要拍我的手啦，看到我的手，然后控制这个。嗯。可以。行吗？
就拍到那个枪，我的枪是从额头上边那样喷下去的。嗯调的这个就比那么就撞那么厉害，那就转过去往往墙的方向转过去拍。就能看见他的脸上的那种水珠啊，慢慢慢慢的那样粘着，就这样。OK。给的。嗯，就这样，大约做一下就可以了吧？嗯。嗯。OK。对。开始。开始。嗯，顶住呀，对吧？顶住呀，完就点时间。点时间。对。十五分钟，对吧？你不要再拍了，点了时间以后就啊，可以20分钟。你应该把刚才13分钟那题删掉，因为13分钟是刚才那个过去的。嗯。但是所以你就是拍完时间以后，你就马上要把它剪掉，就直接过到20分钟这里。嗯，然后呢？点回到助呀。嗯。启动。OK。好。完就再。调不是再调它的不是有频率吗？调第二箭头那里点第二个频率箭头，对，点一下，对对 OK， 完之后你的界面要拉近频率，那你是二的，对，知道的，已经做了，你不用，你已经点了就不用，就是刚才你的镜头拉过去就行了。好，再点一下，可以试试它，可以试试它。嗯，只需要拍一两个镜头就行了，像这些，是只是拍怎么做而已。得拍一下调那个力度的地方，有没有？嗯。啊。你转一下拍。就是做一个手法去调它的。对的。OK。OK 对。行，对，老师，老师。完之后就是时间。嗯。好 ，OK。60分钟啊？不是。现在调下时间吗？暂停呢。调多少时间？要调好长时间。基本上调多少？嗯，大约20分钟吧。20分钟的。但岂不是很麻烦？多了那个。是啊。20分钟。嗯。Okay。 我就返回摸视手。摸视手对。哦，不是脸部，返回到脸部。到脸部对。Face。对。
反刍但 OK 完之后就等一下啊，嗯，好，暂停对吧，来暂停完之后就拍我把它放在他身上，来把它往 That's it OK 放过来，就拍到那个电视台要在身上，嗯，好，可以了，可以，看起来看起来对，好，嗯， OK， 可以，完之后就拍我的手势，来过来，就不看到那个水啊，嗯，完就不要拍它，能不能只拍到这里的水，嗯，有拍到了，拍到什么，嗯，OK 直接连接到这边吧，可以 OK，嗯，就是告诉他可以直接用水就可以了，嗯，必须两个手，嗯，是这样子，那那个东西用不用，就是那个那个电的东西用不用，就是靠住皮肤，就不是要间隔那个，不用，不用啊，有没有电，有没有电，有没有感觉有电啊，没有，没有的，应该要可能要靠近的皮肤，是不是啊，有有的，啊，有，我的手尖是麻的，嗯 OK， 嗯，没事没事，十五了。你拍的是十五 ，OK，嗯。眼部点回眼部，对，才能进入到那个。完之后就调。那模式多少？不是模式是什么？哎，成都模式。模式完之后就调那个模式是调到十，下边是两个按键，对 ，P 十。嗯，完之后强度。对，打到那个，哎 ，OK， 最大的，已经最大了，嗯，那就最大吧 ，OK， 行，完之后就是启动，连启动，对，对，然后是拿那个东西过来，啊，就你就拍我，嗯，把这个凝胶涂在他眼周那个位置，嗯，嗯 ，OK， 好凉的啊。忍一下，好 ，OK。OK 的呀。嗯。你看呢？下一步呢？拿那个东西给你。拿那个眼周镜，超音波的是这个。哎呀。OK。帮我调一下那个手。嗯。等一下啊，不是那边，可能把仪器推过来，要不不够长。仪器要推过来，卡线的，卡线，懂了，嗯，这是瘦脸作用啊，嗯，不是，现在是眼部护理啊，啊，这个是眼部，嗯。如果做一个疗程的话，这个脸部里会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效果？这个啊，做一个疗程啊，瘦脸啊，还是做一个疗程，整个脸都变得很好看的。嗯，我告诉你。那这个是起的瘦脸作用还是？嗯，现在是眼部护理，是有一个去黑眼圈。去黑眼圈啊？对，去眼袋。啊。还有一个眼部。啊。提升。啊。就你要拍我那个做，等一下。嗯。好，拍过来。嗯，要。我要你拍过来呢，意思是告诉客人呢，我这里呢，只是抓到他的眉毛以上，嗯，啊。嗯，眉毛以上。来，对。
以上的。因为掩盖上面是不能做的，所以我们要做到眉毛上面，这里，这样就行了。是的，可以。现在已经是脸部了，嗯，完就有时间。这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必须要是这里扫到他的脸上，而且这里会很多，你会看见啊。对的。灯光电。可以，三分。好，时间。可以点一下，直接点这里。多少？20，就这样。好。15吧，也15，也15。因为我们现在只做半边嘛。好，点一下那个生物电，再点冷光。冷光。对，冷光。马斯呢？没有，冷光启动。启动啊？对，完就启动。好。对，你先不要单拍那个，拿出来你才拍。这个模式。要给他看到，比如说现在是第二，等一下，是第一模式，好，第一模式，完之后点过去，一直点，对着这个光和这个头，点，一直点，点到第5，点过去，一直点，对 ，OK， 就这样，对，知道让他知道就是模式的 P5 是这样的，能量的这个意思，好，好，哪两个？点到那个生物电，生物电量。电回到生物电那里，对，再调档位。档位。对。这里吧。对。点。OK。我们最高这个档位去到哪里？那我们脸部起码点到5。5对吧？起码去到5。对，起码去到5。对。OK。
那拿两个给你，可是几个够了？一个够了没有？一个可以。一个就对。红蛋。冬。等一下。哦哦，不好意思，我先把这个电调小。你不用再拍了。哦。是我们再拍，如果我是。反正我觉得你的镜头应该有上面拍下来，就是不是在，等一下啊，我意思是，你那边听，听看，边拍的话只看到我，边拍的话只看到我那个头，没看到接触脸部的那个情况嘛，是吗？嗯，好了，现在你这个就他就能看得清楚嘛，嗯，帮我拉一下那个线，我这里拉不过来了，对，对对对。两集，嗯，时间，到多少？是，到多少呢？这个全部都是20分钟。嗯 ，OK， 好像挺开始对吧？完之后就是点回到二级，点回到二级 RF， 对，完之后强度，1、3。它好像最高去到3吧，是吗？按着试一下，全部按完的。哦，那就不行。那只能是调到2。OK。好，这些能删除吗？没关系的，待会就看着这个，看着它。好。OK。好。等一下，因为它的影部必须要。先不要拍了这些，因为之前都有这些的镜头嘛。起了哈，这个 RF 我还是把它调到最低了，27，有没有感觉受伤？我把它调得很低，它应该没有。对，好，现在还是有点温了。你刚才写小温温的。小小温温而家，因为而家调系第一档。他还做安光，现在我做的是眼角那个位置，好，完之后再看哦，我做的是这个位置，为什么我听到有那个声音的？里面还有营养？不是，线，好。就接下来了，就拍我做嘴部那个位置啊。这里是反应纹。这些位置。
及啊及啊时间已经判，时间已经判，刚才已经调过时间了吧？是吗？没有，这个没有调，这里。啊，调了。啊、好。好的，三级，好、三档，看我调了。嗯。起码去到五档 ，OK。嗯。OK， 开始。向墙嗰个方向拧一拧。等一下，太热了。你看你想办法能拍到我三个电极是完全接触他皮肤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先把那个你先按一下暂停、okay. 那帮忙按一下、好我定一个位置、好我定一个位置 你拍、你看哪一个角度就是必须要拍到我是三个电极是同时接触皮肤的 有看见吗看见 OK好，我再这样走动，哎，继续拍，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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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见我只是做大的部分，像额头，这个音乐还是有的，没事，音乐就有它吧，好，先暂停，暂停，到那边，对，你暂停，可能从这里，可能从这里，你看得见，是三个电极全部接触皮肤，看见吗？